石大哥，这是在做哪一家的鳗鱼？以前都是自己做的，现在因为那个工具就没有了，所以都是像我们这边订啊，很多了，做了二十几条。那通常他们用这个鳗鱼的话，主要是要做什么？祭祖。祭祖。对。因为七月份，因为我们以前可能祖先讲的了，所以受这个鳗鱼的恩惠啊，所以我们祭祖的时候用鳗鱼，而且它生命力强，所以我们就用鳗鱼来祭祖这样。鳗鱼。那为什么选择是用糯米？因为糯米它的比较韧度比较够，如果用蓬莱米的话就不能打成这样。这样就算完成了吗？还要加上它的眼睛。眼睛哦。对。眼睛是用什么？以前都是用那个龙眼的那个籽啊。哦。那现在是用葡萄干，因为今年好像龙眼还没有出来，所以用葡萄干也可以。这个也可以吃啊。哦，这也可以吃。对，哦，这很像哈，像一条鳗鱼。其实重量的话，哦，也蛮重的呢，有一个重量。对，这样就算完成了。这样子就完成了。那各家就待会就会来领。我们平常我们都是以前都是各家来领了，我们现在就是集中把它送到他们，像他们的主领那，放在哪一边的话，我们就把它放到那边去这样。那明天他们大概几点就开始要拜鳗祭？好像信远的这边好像八点就要开始，明天早上八点。对，我们就直接送到他的那个主灵栏在拜的地方就可以。不用。拜鳗祭和狩猎祭相似，也是以祭品供奉祖灵、请祖灵赐福的仪式，同样分为实姓、原姓两个祭场。各户人家依其所属祭祀群的不同，将公妈栏送到原姓、实姓头人的祭场。祭场以竹竿隔离闲杂人等，不同群属的先行妈就要开始祭祀祝祷。祝祷内容和形式与狩猎祭相去不远，只是仪式费时颇长。而先行妈在仪式中有许多特权，比如祭场放着菜刀、鸡块和米酒，祭祀的某一个段落，先行妈可以切鸡块享用。麻薯做的白鳗也会切半，尾部属于先行妈。形式上，先行妈拥有白鳗和鸡肉这些祭品，但先行妈都将祭品分送族人，或者在晚上的聚餐里让大家享用。少族的人口少，汉化也相对较早，但是在岁时祭仪及祖灵栏信仰里，还能保有许多独特的文化面貌。先行妈应该就是那股维系传统的强大力量。那现在已经是傍晚时分了，那是整个祭典到了最后尾声的时候。那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尾，那手上准备了两瓶米酒，那待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礼物。那先生们啊，啊，今天拜妈就是到上尾啊嘛，吼，哎，对，啊，等一下要去倒，要去源头木因遐啉毒毒，吼，去源头木因遐啉这酒，毒毒，啊，这是毒毒，就是阮的讲酒，要阮先生嘛食，啊，咱请咱大家拢去遐食，安尼。哦，那要准备两罐，两罐，嘿，两罐，啊，一罐互人食，一罐讲要阮先生嘛。哦，就是每一个人要去遐食两罐，啊，一罐是互先生嘛，啊，一罐是请大家来啉安尼吼。啊，但是去原家先食。嘿啦。啊，食了嘞。食了呀，啊，搁去迄个石头木遐。哦，石头木。嘿，去石头木遐食。就先食食了。食好，啊，咱就过去边遐食。安尼吼。啊，咱即摆会使来遐食。哦，即摆下暗就伊咧请。即摆请，啊，等下啊，搁去因遐，啊，咱就拢甲食食，啊，欠啊，搁食。哦，啊，食两头一百呢。无使恁都莫去餐厅食，到阮遐互阮请，随便安尼。这点和汉人很像，拜拜之后总是吃吃喝喝，祭品终究还是祭了人的五脏庙，而人神一场同乐，族群的向心力也借此获得凝聚。韩碧楼位于日月潭韩碧半岛附近，原为日本人伊藤所建豪宅。日月潭蓄水发电时，韩碧楼位于水线之下，
于是官方接手，改建为两层块木建筑。1923年及1934年两度扩建，供日本皇族使用。光复后曾为蒋公行馆，近年来复原建物，改为纪念馆。